宝宝的头在右手边、哦、上一次是在另外一边吗？他都可能位置会变、哦、因为你走动飘来飘去他都可能位置会变、哦、因为他自己会动会游泳那些的、哦、好，宝宝的身体他的心跳、哦、然后他的双手放在他的嘴巴前面、哦、右手跟左手双手在这里，他的双脚右脚跟左脚，左脚弯起来，右脚伸直、哦、好，换成立体的方式看。这是脐带，他的头、嗯、左手右手脚脚、哦、在这边有一点，他手是这样吗？没有，他放在脸前面啊、哦、他的手放在大概鼻子的那个高度、哦、这条是脐带、哦、当然性别还没办法很确定、啊哦、目前胯下看起来好像有点突出、哦、但是这个还没办法准确判断性别，只能说男生的可能性好像多一点点哦，大概差不多会偏向55%/45%这样子哦。所以他的心跳现在是，对，等一下会停哦。宝宝脑部也有正常在发育哦，脑组织在这边啊，是他脑组织，然后头皮是完整的，脑组织没有外露。肚皮也是完整的，吼，他的那个腹部的肠子这些都没有跑出来，吼。他的下巴的骨头、上颚的骨头，这白白的地方都是骨头，吼。鼻子在这里，吼。那上面白白这一个地方就是他鼻梁骨，吼。颈部透明带是这条黑线，黑线的区域啊、哦。0.13公分厚度是正常哦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身高。5公分左右，哦，11周5天的大小，算正常。所以他的脚、大腿、小腿、脚掌，哦，大腿、小腿、脚掌再往上，哦，交叉。嗯，所以从屁股下面。看起来都不错哦，蛮正常的。
的手就像在拱手一样这样。嗯。这是鼻子嘛。那边是鼻子，把手过滤掉就看到鼻子。反转，睡醒了，没动。对呀、啊。有睡着 ，OK， 来，我们听心跳的声音哦。正常，好，现在就可以。